专辑的过程，其实我也自己探索了一个无人知晓的自己，然后现在做出来了，交给你们，走进你们的生活里，进入你们的耳朵，然后你们也可以一一的揭开属于无人知晓的那个你自己。看不见听不到爱不了却注定要纠结，我想我是坏人，故意不听懂你的拒绝，难以找到